几年新剧《墨雨云间》播出大受欢迎，延续《延禧攻略》复仇爽剧的女主人设。古装剧中的吴谨言每次说出反驳恶角的台词，都有理有据，让人十分过瘾。观众也称赞吴谨言演技比之前更好。网上流传的剧透拍摄片段，吴谨言拍戏超投入，看见救命恩人被打死，为了怕身份曝光，只好隐忍。但拍完后，吴谨言难过大哭，伤心到站不起来。导演搀扶吴谨言安慰他，让吴谨言平复心情。这段幕后花絮令不少粉丝心疼又佩服。《墨雨云间》收视话题度都在全网居高不下，连官媒都关注发文点评。《墨雨云间》真正让观众爽的，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人的成长。直言剧集故事立意突破窠臼，能真正讲好女性成长故事。you